我们看第九题，他说两平面镜哈 ，A 跟 B 啊，夹角是西塔，射平行 A 镜的光线哈，这样射过来，平行 A 镜的射过来，经两次反射，一次反射，两次反射。好，反射以后跟 B 镜平行了，那么问西塔值多少？我们知道说经过两次反射哈，它的这个偏向角。入射光往这边嘛，出射光往这边，它是由这里偏向这里。哦，如果这个角度西塔的话，它偏向角是二西塔。那因为他说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那这个跟这个平行，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平行四边形。那平行四边形的话，那这个西塔的话，这个也会是西塔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平行四边形，这个加这个90，哎，这个加这180，这个加这180，所以这两个角会一样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所以我知道三西塔这等于多少？这等于180度。那这样我就知道西塔这等于60度。所以答案的话是60度。